请多指教，罐头君。用一句话来形容江少，他身上你最欣赏的品质是什么？我觉得他逍遥自在，很乐观吧，不在意其他人对他的看法，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喜欢的人，自己没他那么勇敢，所以比较欣赏他。那如果是跟汤唯合作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挑的。不能舔拇指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为啥不能？美的你啊，锻炼锻炼锻炼。我没有那么洁癖，但我就是爱收拾东西。不叫我倒，不叫我倒，这我不叫。这不情话、啊，下一题，这很亲情，这道题。好，行。八个字，周小龙拿起手有八个字，求助提醒两个字行吗？这可以吧？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What？ 大家都知道了，都知道吗 ？2000 years later，、啊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啊，真是好像一样。再来。憨憨点头，憨憨捂嘴，憨憨无奈，憨憨转睛。鱼罐头，一罐创意，罐罐惊喜。